听说一次就能分开这两颗钉子的人智商都很高，这是一道哈佛大学的思维训练题，在大部分人眼中都认为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两颗钉子并不是封闭的，都有缺口，但假如你想从缺口死拉硬拽出来，就会发现钉帽的设计刚刚好就卡住了出路。看到这，你还能想出什么办法让钉子完好无缺地分开吗？很多人一辈子都不能理解的事情，有的人几秒钟就能领悟，就取决于平时有没有做一些思维训练。你们注意看，让右手钉子倾斜倒下，一直往前推动，两颗钉帽就能相互错开，紧接着逆时针旋转180度从缺口出来。你是不是以为这就完了？不不不，钉子还是被卡在里面，一只玩具非常考验耐心，右手再让钉子倾斜倒下来，再次围绕左手钉子转一圈。往往成功的关键就是谁比谁更能坚持下去。你觉得这里能出来了，依旧是不行，要把右手的钉子一直旋转，直到两个钉子尖尖汇合，这样才分开。如今的孩子只对电子产品感兴趣，不爱接触枯燥的知识。这个时候，父母可以引导孩子玩一些益智玩具，锻炼脑力、空间想象力、专注力以及耐心的培养。这款智力解构24件套玩具，造型看似简单，玩起来却极具挑战性，符合数学逻辑和几何原理，会在不知不觉中锻炼孩子处理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为之后融入社会打下了基础。快点击左下角安排一套。